方酒店，一个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薰衣草 DNA 的品牌，一个以香气为线索的舒适型酒店。它倡导多一点自在的价值理念，致力为商旅人士提供自在舒适的住宿体验。自2013年7月创立至今，一直深受消费者的喜爱。2014年1月，首家丽丰酒店在珠海盛大开业，随后两个月成功签约和在建的加盟酒店已达到42家。2014年12月，历时520天，全国签约数突破100，丽丰在终端酒店市场开始展露锋芒。推出市场2年时间，丽丰实现中国内地全省份覆盖，签约数达280个，形成了以一线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战略版图，成为众多投资人的信心之选。市场的认可让丽丰在征战沙场的途中更具魄力，行业的认可则为丽丰在激烈的竞争中更添信心。2014年，初出茅庐的丽丰荣获中国酒店星光奖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酒店品牌殊荣。同年3月20日，丽丰酒店突围而出，包揽2013至2014年度中国酒店百强与中国饭店金马奖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酒店品牌奖。2015年3月，丽丰再获中国饭店金马奖中国最具发展实力终端连锁酒店品牌和中国最快速成长型酒店管理公司双向殊荣。征战之途，丽丰一往无前，崛起路上，丽丰与您同行。自在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情怀，为使顾客拥有更自在更舒适的入住体验。2014年，丽丰具有前瞻性的推出体验式生活分享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便利的旅行系列产品，自在体验，轻松可享。基于多一点自在的品牌理念，2015年，丽丰推出自在托、睡眠梯等传递自在理念的创意产品，已经面世即获数以万计的粉丝追捧，再掀话题风潮。2016年，丽丰将会推出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产品，未来自在无限大。至今，丽丰最为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消费者体验。2015年7月，丽丰招募100位旅游达人和酒店体验师，前往全国丽丰各门店体验入住。活动后，在各大旅游网站引起巨大反响，丽丰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迅速提高。这是一次大胆尝试，也是一次自检。各种意见，我们都悉心采纳，只为您更好的出发。同年12月。丽丰在博涛集团新品时尚秀舞台闪亮登场，跨界酒店与时尚的丽丰尽情释放南法薰衣草的独特魅力，从视觉、触觉、嗅觉、味觉上打造新时代舒适酒店体验馆。今天，丽丰全国开业门店已突破100家，超过300万人出行选择了丽丰。2016年。丽丰将朝签约500家、开业220家的目标迈进，成为中国中端酒店的领军品牌。未来，丽丰将走出中国内地，进军台湾、澳门、澳大利亚乃至全球。未来，更多的人将在旅途中畅享丽丰带来的自在体验。未来，将有无限可能。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Good tomorrow， 只为更好的出发。